这个啾啾在这里啦，这是什么？ Hello 大家， Hello， 等一下哦， Hello 西兰， Hello 九蛋， Hello REX， Hello Sparky， Hello 九蛋， Hello 小翔， Hello 燕子， Hello 小贤，Hello 品伴云， Hello M，Hello， 怎么样？在今天满足你们想看双马尾的愿望如何？你要不要好好说话呀，西兰先生？Hello，Hello， 西恩 ，Hello。米酒 ，Hello 阿勇 ，Hello 阿春 ，Hello 沙优，你现在在上夜班这个时间吗？今天发现，谢谢。啊，等一下，等一下 ，Hello 思琪，金美可，你算了吧，你不要再狡辩了，算了。哎，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第一次吗？算第一次吗？好像也不算。跨夜直播，一下下，跨一下下，可能半个小时。因为其实好像不能跨太久。哎，出道，拜拜。张学友说没有。是吗？可是。我是不行的，我一定不行的。小夏美丽怎么还在播？他认真还在播吗？Hello， 今天发型，今天是爱心头。Hello， 修哲不是第一次，对。Hello， 吴博义，你的头像，天佑的头像。哦，是我耶，好可爱哦。温和，温和就好了，谢谢，谢谢，温和就好了。快拉一点多，哈，可以这样吗？哎 ，a very beautiful， 谢谢。出开啊，哦！谢谢，我看懂了，开心，谢谢。哎，哦，不好意思，后面有点乱。我要告诉你哦，等一下结束再说好了。哎，挠挠药。结束吗？我还戴口罩好了，不然还待会儿有点乱了。Hello， 失业兔，失业兔是 ，Hello 上庭，失业兔是故意取这个名字还是认真失业？今天是裙子吗？不好意思，我不会给你们看我的下半身的，因为呢，我要找的那个裤子它就是打死不出来，所以我不会给你们看我的下半身的。啊，大家今天可以送我。七系的礼物吗？好像蛮可爱的，所以如果要送的话，可以送七系的礼物。但美玲说是太矮加裙子太……对，我跟你们说，那个不是我不想露，真的，那个裙子根本不是我的 size， 知道吗？所以它很大件，然后我后面还有加起来，你就知道它有多大件。然后呢，我又比较矮嘛，所以那个裙子对我来说就太长了，完全露不到。上衣也是，上衣就是人家穿可能还可以到这里，我穿在这里，就是不好意思露不到。嗯，但是你们还是要买哦，真的各位，大家还是要买好吗？
本来有想露，废话，那个就是要露肚子啊，大家都露，怎么我不露？可是我又不可能把它拉低，知道吗？拉低根本就不能看，拉低我就哦六四，所以很不好意思，就有种解锁的感觉嘛，可以吗？就是反正我十八岁了嘛，然后之后如果再有泳装的话就，就啊比较好一点，这样如何？美玲想联播，现在方便吗？这么突然吗？给他五分钟，笑死！来看一下，哎呦，之前瘦身是为了这次露肚子，对啊，对呀、啊，生日快乐！倒数如何？什么意思？倒数是什么？有这个功能吗？年纪的关系，所以尴尬，什么意思？我真的就差两天，我跟你们讲，而且那时候拍的时候，姐姐还在算啊，发售日啊，差两天，那你不行，你还没满十八，我的天哪，差两天呢、欸，真的是，哎，啊，张月玲你好，你好，什么意思？你好，哎，今天你为什么绑双马尾？因为他们一直想看我双马尾，所以特别哦，来绑一下这样。哦，原来你也绑吗？我觉得我不适合，不适合，不适合。不会，这个是我的生日愿望，我生日的时候你绑一下双马尾。啊，我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中文，不好意思。揍你！听不懂。揍你！真的不讲中文，不好意思。傻眼哦！你刚不是要骑车吗？然后呢，跟我说打电话给我之后就不见了。哇！对不起。你在跟我这样讲话，我就是想揍你哦。什么风味场所？你在播什么歌啦？平常我不是这样讲话吗？平常，这是平常的我啊。请问你想要我告诉人家你打传说的时候的样子吗？是这样子，我打传说的样子就是这样啊。哎，那个我的队友啊，很可爱，很可爱啊，小朋友很可爱，很可爱，这样子，对吧？妈妈，解释一下。妈妈都听到了 ，Hello， 各位有妈妈作证。这个人不知道在发神经，对吧？就是我刚刚怎么办？我不小心杀了人，那怎么办？好可怜，这样子，对吧？各位是不是该把他？弄掉了，我就连播就好了吧，不要连播了，各位，就这样吧。这什么声音？我的天哪！阿米啊！我原本还想称赞你的，我妈一直说你今天发型很好看，现在我完全不想跟你说话。谢谢。各位，我是不是该把它关掉了？对吧？不行。不想看了吧？不行，不行，是不是不想看？哦，你看底下这个不想。那你可以跟我打传说的样子怎么样啊？哦，这个讲全程就是阿比。没有，我打的时候就很气质的感觉、啊、对不起我杀掉人了，不好意思，我没做杀人的时候没做出对不起，对吧？啊，有一点帅哥刚刚又邀我了，然后啊好开心哦，哇啊，队友怎么那么烂逼。有一点帅哥，笑死！叫我就是我乱
名字，超好笑，彬彬女神，然后女神超好笑，对，然后他只因为人家带了一个那个那种卡通，然后比较可爱的，然后啊有一点帅哥，我真的是傻眼。请问你是唱完了唱到脑子坏掉了吗？你在给我装听不懂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就是我以为我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现在超适合点一个三八字，知道吗？就是、点一颗坏掉了的字，然后我就去你。好可怕、啊！我没有，没有 B 哦、没有 B， 有超级啊！像很多人说你的表情，对啊，哇、wow, ！各位，你有感受到我平常都是怎么跟这个人聊天的吗？而且我昨天他晚上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然后因为我的手机现在啊，如果边打电话边打传说，我的手机就会整个卡。然后呢，我就想说，好算了，我今天不要玩好了，我就听他打。天哪，吵死了！啊，没有，就是没有，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在打游戏的情况嘛。哦、oh. ，就是那什么像 YouTuber 的感觉。哦、oh. ，YouTuber， 你还真会说啊，那个什么小姐，那个游戏那个游戏直播的感觉。哦、oh, ，你的影片这样子会被下架，知道吗？不能放，全部都逼，没有办法玩呢、欸，你知道吗？啊，那我是不是不能那个在直播的时候不能打传说？就会不要想要在直播上看他打传说。他如果很安静，那也就是他。大家都啊，我会被ban，直接ban掉啊！这位主播一直有不良语言，真的是笑死啊！那是梦。吧，那是梦里面吧，对吧？那是梦。欸、我没有这样子，我没有这样子。啊、Happy birthday！ 笑一我没有这样子。有福利看这些出来，傻眼呢、欸。Hello， 你知道吗？因为我是气质女神，有气质女神，对吧？你知道我的年龄吗？就是我是32岁嘛，所以32岁，所以呢不能就是对不能一直就是不能一直砍掉，对，所以就是我是气质女生，已经32岁了，我昨天32岁了，真的。是讲话要一直一点。等一下，我完全不知道该回他什么，知道吗？为什么？请问各位，你等一下，隔壁的那位，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你今天是不是还没吃药？哪一个医院呢？神经病院。病。请问？笑死。请问在干嘛呀？就是没有啊，就是在活着，就是人生，就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在干嘛？我在活着，我在呼吸，我在讲话。好，各位，我决定下次我跟他打传说的时候，我要把他语音录起来，永远留着。可能不能给你们听，但是还是留着。有意义吗？有意义。那我你毕业开店之后，我当收银员，然后播那个你的，大家就会乖乖付钱。不会讲，就是啊啊，
B， 我自己说 B 好了，就是不要说嗯什么 B 好了，我自己说 B， 你不用那个，你不用不用那个剪，不用剪，就是我直接自己 B。你不狠的，张雨林你 B 这样子，你要骂我就发动，我都没骂你了，我粉丝说你想要发现动，我傻眼了。美玲的粉丝，请你们带她去看医生好吗？就是要叫我去哪里的医生呢？就是精神病院。有没有推荐的？哦，那他叫什么名字？医生的名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去看过。专门神经病，然后医生的叫神经。啊，神经病可以吗？各位，我要把它关掉了，不要吓到我，我要关掉了。他聊天了，不好意思。你要干嘛啦？没有，我原本想跟，就是呢，我想跟你说，我想跟你说生日快乐，但是还没收碟。你这个我那样讲话，我真的是很想揍你。真的，你生日快乐，再见。关掉，关掉。哎，底下说关掉，关掉。好，拜拜。什么东西？跟你说拜拜啊，拜拜。你可以下播。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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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那个，那，我什么时候要骑车？我在生日直播，你问我什么时候要机车，你刚刚不机车，你现在要机车，你是认真的吗？什么时候？对，认真问什么时候机车。我要现在跟你机车吗？该不会你想要这样子吧？我都可以看你。该不会？请问我的粉丝，我的粉丝们，请问你们觉得我现在应该立马把它关掉，还是？我们来骑车，什么鬼啊？直播骑车，反正还是你关直播嘛，哈，我们就、啊、关吧。啊，什么东西？当然是来骑车，骑车起来，关掉吧，关掉吧，关掉好像比较多哎、欸。哎、欸，什么意思？张宇的粉丝什么意思？机车的送什么这样子？不用客气，关了。哇，你真的是旁边已经醉了，真的。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偷喝酒？就是我喝水，谢谢。哎、欸，跟你们说关掉，我要把你关掉了。嗯，待会会想睡觉吗？我不会啊，我今天学到下午耶。好啊，那我们就结束再来。超吧、啊、好了好了。好啊。拜拜。拜拜。再见。哎、欸、开到几点？你开到几点？应该12:30或1:00吧。OK。OK。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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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的人哦，大家为什么都交了一些奇怪的朋友？绝对不是物以类聚，绝对不是，我那么正常，对不对？对吧？辛苦你了，对吧？我很辛苦吧？我平常都要对这样子的人，要好好的跟他说话。那不是你认识的美玲，那个也不是我认识的美玲，他。可能今天睡太饱了，不然就是他其实很想睡觉，就是他只有这两种状态，就是会特别的不知道在干嘛。对，松德院区吗？我就是哆啦 A 梦睡香土龙茶。Oh no！ 等一下，为什么我是哆啦 A 梦？我有那么远吗？我才没有那么远嘞。我才没有，那你是可爱的，
是啦，对啦，没错啦，但是哎，不知道。对啦，至少他有讲到重点，谢谢他好吗？只是有点早，现在。很想睡时像醉汉哦，他真的是很可怕，真的不要在他很想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他睡得超饱的时候跟他讲话，没有办法沟通。聪明啊，废话，我要十八嘞，我的头脑也该进步了。并不是十八岁头脑就进步。还是有。你看一下刚刚你旁边的那个。他例外，不好意思各位，他不是一般人，知道吗？不能用一般人的那种观点去看他，对，对，他的那个表面年龄就他刚刚说自己32岁，我是觉得像80岁，但是呢，他的心智年龄可能就零，怎么这样讲人家？笑死我，太好笑了。因为我后面根本没绑好啊，错，所以他粉丝团就在一般人，他的粉丝团啊，粉丝团是为他的粉丝取名，他的粉丝应该叫做正常人，但是呢，他就是神经病，谢谢笑笑，什么像美玲变成会扯，才不会嘞 ，Hello。爱心吻摸，半小时过去，明明就还没有，才23分。阿公哎、欸，阿公，好久不见，有很久吗？好像蛮久的，蛮久的，不要也变成，哇，我很怕我被他感染到，知道吗？他的病毒真的是非常的强大。知道吗？今天像洋娃娃，谢谢。百合花，哦哦，我还记得他。Hello， 阿公，我第一次穿这个衣服给你们看是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应该调整一点？等我一下。咦？不会用诶、欸，不会用。可是我把它剪开了怎么办？放回去啊！哦，这样子，在直播上面做这种事是不是有点奇怪？但是没办法，我有点受不了它一直滑来滑去。就止まってください。还好他们说他们想帮你。안돼요。裤子是青蛙装，我这么可爱的衣服，你跟我说是青蛙装 ？Are you kidding？ 正大光明骑机车，好了，我可以的，我快要背好题，其实还没，还有很多题。为何是青蛙？我也不知道。请问问那位西兰先生。谢谢剑骨的爱的烟火，大家可以送我礼物哦。有准备蛋糕或吹蜡烛什么的吗？没有的，可能泡芙上面插个蜡烛，但我上次用的蜡烛也不知道去哪里，没关系啦。你要泡芙插蜡烛？你有蜡烛啊？我上次帮祖祖庆生的时候有买，可是我忘记放去哪。现在看雨林看哪有性感，那个哪有性感，一点都没性感到，好不好？可以杂派吗？可以啊。哦，现实生活中就算了，有点麻烦。睡觉前吃东西会发胖，对啊。哦，今天哦，真的假的？我跟你爸生日差一天，生日快乐！啊，今天也是那个前田敦子前辈的生日，对吗？对吧？对，生日快乐！想看妈妈宅云拍
不可以。虽然他买了奶油，但是那个奶油不是用来这个作用的，知道吗？而且这个很麻烦，因为我在床上，如果这样子是妈妈要亲，哦，我也会跟着亲了，但是妈妈比较麻烦。重点是他现在坐在我睡觉的地方。对，所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他可能帮我铺个那个理发用的那种布，这还有可能。但是我们家没有这个东西。啊，张学友！我现在听到张学友的名字，我就想到张学友的屁股。我跟你们讲，这个不是乱讲，这个是谁啊 ？Jennie 吗？Blackpink 的 Jennie， 他有一次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他讲了就很像张学友的屁股，你们可以去查，真的很好笑，真的超好笑。就不要用 hot， 有 hot 到吗？有吗？可以用刮胡泡，我们家没有刮胡泡，欸，顺便除毛是怎样啦？香港是在天津哦， oh， 对，欧洲风，这是欧洲风吗？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风，我也不知道。香香，哎，你找了好多次，辛苦了，辛苦了。生日礼物跟七夕系列礼物，七夕系列礼物为主吗？才可以比较有可能有特效，七夕的特效蛮好看的，所以可以用七夕。对，开到几点？可能十二点半或一点。Hello，Hello， 朱莉恩，跨日后要不要秀个肚脐？不要啊。为什么呢？喂哦，喂，我都绑双马尾了，不可以这么贪心 ，OK？ 你要早睡觉，好的，没有问题。国小演过电视剧吗？那是电视剧吗？好像有哦，好像有这样，好像有哦，好像有，但我只一出哦。三点啊，哦，不行了，我们如果太大声的话，室友姐姐们要睡觉呢。这样子不太好。虽然我现在睡得非常饱，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超级夸张，我今天一直在睡觉。那拆掉，拆掉。哎 ，no， 西楼哟。双马尾加 BB 肚脐哦， BB 肚脐很可爱， BB 肚脐是一个炫，它没有一个脐，没有一个脐，什么鬼啊，没有一个像人的那种斗宅。今天睡了几个小时？我今天超早起床，几点？八点了。我今天八点起床，因为有一个东西要用，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然后弄我要弄的东西之后，我原本今天会见到小山美玲，我们约好，因为我今天要去看一个东西，然后都是一个东西，不好意思，就是一个东西，今天要去看一个东西，然后前一天晚上跟张美玲说，哦，我要去看东西，然后说，哎，那也可以一起来，这样我就哦好啊，那就一起这样，反正我也没关系嘛，就是逛街这样，当成像逛街一样。结果呢，今天他好像十一点多，哎，十二点的时候传了一个他刚起来，啊，还是早安的，然后我说都已经午安了，结果他就没有回讯息，我想说他一定是睡着了，我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我说。你要不要就不要来了，有点麻烦，而且他一定不会那么早起床。他就说，嗯，而且是那种刚起，就是根本还没睡醒的那种超级沙哑的张美玲的声音，对，然后
我就哦好啊，你就不用来了这样。后来呢，我已经出门了，我们 BB 今天去洗澡，然后我就看了我想要看的东西之后，我们买了午餐，已经买完了，那时候已经3点多了。我刚起床，还好我没有叫他出门，你知道吗？我都已经要回家了，他才起床。然后我说笑死也太晚，然后他就说完全不想离开床，后来还问我怎么办，他完全不想离开，可是他想上厕所，但是他不想离开床，讲说什么东西。啊，完全不理解。好晚才吃哦，对啊，这样就可以只吃一餐啊，多棒啊！谢谢你好的爱的烟火。太了解没？就是只要听到他那个这样子跟你讲话的话，他一定还没有张开眼睛。Oh my god， 连我妈都知道了。你3点下班，公司的人生剧场花絮，那是什么花絮？也有人叫张宇，好好笑。对啊，是我哟，是我哟。抱一下吗？Hello， 呆呆。还有什么留言吗？没看到的，不好意思。等他的话就变晚上，对我都已经逛完了。我今天很。就是很生气，因为我不是为了要看一个我想逛的东西才出门吗？结果我到了那边，他给我他们的就是那里是什么原百，信义区的原百，然后啊他们给我跳电，然后就不让人进去了。后来只好去附近的另外一家分店看，超伤心的。对他，你怎么知道为什么没电？不是，你为什么知道没电？是啥？有知道吗？这个应该可以讲吧？我的婆婆说她要买一个礼物送给我，然后呢，我就是为了那个礼物去看的，结果她不让我进去。然后我以为一下子就会好，然后我跟我妈是完全不会逛百货公司那种类型，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东西要卖那么贵，而且其实就是我很多喜欢的衣服就是很便宜就可以买到，所以我根本就不会逛百货公司，而且百货公司就算什么化妆品什么也都不会是我自己去买这样，所以呢，就是百货公司就是我完全可能去地下美食街吃个东西这样子。真的完全不会逛，然后呢，我为了那个电，我想说好嘛，它停电，它跳电，它应该一下就修好了，不是会有那种什么大楼紧急备用电之类的那种东西。No， 我们逛了，可能也没有逛很久了，因为我们真的不会逛，然后就到处走来走去，走到脚很酸，我就想说好吧，去看一下，它还没好。I know， 你会很干扰。在干嘛？YouTube 演算法好恐怖，都去逛 Uniqlo。Uniqlo 对我来说也算贵的，除非有礼券。哦，对，谢谢小明的生日蜡烛。Hello， 李真，等我一下。听，我要放我的很废的歌单喽。还没呢。严苛眼周双霸特惠组，等等等。Hello， 什么过年前？什么东西？啊，其他时间不会去买。哦，对。可是我跟你们说，用礼券逛百货公司真的超爽的，
上次我不是说我买那个很久很有一阵子好一阵子的那个新鞋吗？那个就是我婆婆用礼券买，超舒服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拿出钱的感觉，然后给他，然后你就买到了。什么亲亲猪猪宝贝？谁要跟你亲亲猪猪宝贝？你要下播了？啊，原来你第一次这么想叫我早点下播吗？停电的经验我也没遇过，但是那个保全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错啦，就是他也很辛苦。对啊。疫情还要工作很累，然后可是旁边就会有人就，所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去？我想说，可以好说话吗？保全，等一下我去揪。保全没有附加技能，你要学习跳舞，跳什么舞？你是猪猪宝贝的舞吗？嗯，百货公园是怎样？都在喷钱。很厉害耶，你还有钱可以喷。Hello 小兰 ，Hello 璇璇。每个转弯，每个路段，每次希望，烂选自己的。今天就去逛个街，哎、欸，好厉害，有钱可以喷。对呀，好厉害。啊，都是，都不是喷在，哎、欸，那是，哦，但也是蛮厉害的。嗯，西兰就是因为怕你乱跑，所以才开那么晚。你现在还要乱跑吗？怎么不穿自己的圣诞 T 呢？我想说穿好看一点，虽然我的圣诞 T 超级好看。但是呢，不太一样啊。啊，毕竟我平常直播都穿着 T 恤，然后我的圣诞 T 也是 T 恤，所以就穿一下认真一点的衣服，认真一点的衣服，找不到词，还没收到。对，还有20分钟要给你看累死，加油，加油！知道以前不认真也不是好不好？钱是什么东西？基本上也要很好。穿个比哈？哈？现在吗？没有这回事哦。可是你讲的不对，你这样看起来好大。是你的手机很大。你自己看。对啊，我一般这个时候这个距离这个远，我就那个小三美玲在一起之后，我都不会讲话了。哦，这样子不行。本来不会讲话了，更不会讲话了。你知道刚才打传说很累吗？昨天打他实况转播，我想要打辅助啊，对面有紫色头发。欸，冰冰女生，紫色爱心云，什么鬼，什么东西？紫色头发，他一直说赵云是紫色头发，赵云，我看起来是蓝色啊。然后他一直说赵云是紫色，我说哦，赵云，我以为的紫色头发可能是奎伦什么之类的。我说哦，那个赵什么云吗？哦，啊，冰冰女生啊，貂蝉啦。啊，紫色爱心云啊，维拉啦。然后还有第一次遇到奇尔，他第一次遇到奇尔，我说你看到那个人，你要离他远一点，因为他一定会立马把你杀掉。说哎、欸，他好可怕，他真的好可怕，我一直死掉呢。他说我死了。对，我啊死了，他这样子，就是这样。我真的对越来越低龄化，知道吗？我。讲话好像跟小 baby 讲话那种感觉，好厉害，都能理解。就是至少，因为我每个角色一定都遇过嘛，所以至少哦，他知道他在讲什么，超难的。高高粉色头发的女生谁？紫色头发叫对，
赵云不是蓝色吗？不觉得吗？什么锅都甩到、就是他的错啊，没错，就是他。太大件吗？什么意思？只有雨林深血衣服太大件，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不是说那个百褶裙太大件了，然后所以你想过没办法露吗？哦。那我应该回你，不是啊，这样你就不会全指定了，是吗？是吗？偷偷跑，但还说点废话，不然怎么办？这就是他的渣男性质，对他又爱又恨的，我也没办法，哎，没有办法。等你的心情，放弃治疗，对，不怎么放弃，请问，没办法放弃，他就是如此的，哎，无解，如此的没有办法对他做任何的事情，也就是只能教他。带人玩有多累，但是就也蛮好笑的，就是你听他打游戏，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其实蛮好玩的。对，然后就是打到连我妈会在旁边在那边偷笑，你知道吗？啊，没有偷笑，是真的很公平的笑。原来雨林还有这口啊，应该不是男人的部分我就不知道，可是对他对张美玲这个人来说，就是哦，没办法，无法放弃。我如果放弃他，他怎么办？谢谢点歌。什么？啊，好啊。我好像有这个歌，看一下。有哎，恐怕也会啊！真的不能给你们看，真的认真不能给你们看。点什么歌？并没有，并没有。我曾经想要推坑我妈来玩这个游戏，但是呢，哈，我现在要走哪里？就是这样。你走中路，你中路在哪？就是中间那条路，不行，他没有办法。范晓萱的祝你生日快乐，好的。猪，好，等等播哦，听开心的歌，等等，先播完这首歌，这首吗？失恋会超过美丽，对。哎，但是他现在用娜塔雅很厉害，就是那个绿色头发。然后他是我杀了好多人，哇！我一直杀人呢、欸。然后我就说你，因为他很喜欢玩辅助，然后又一直杀人。他觉得他玩辅助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他超好笑的。不是有一个辅助装叫做免控回血吗？然后那个就是一个按键嘛。你在被晕的时候，你就要按那个按键，你就会解控，就是你就可以走。哇、wow, ！我跟你讲，他超级不知道在干嘛。他说：“我说啊，你对面遇到冰冰女生，遇到紫色超级晕的话，你就要出那个妆。”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按那个，你就可以马上跑掉，你就不会被他控制住。哦，原来如此！哇，好酷哦！然后买了之后，我说他后来玩了几场之后，我跟他也玩了几场之后，我想说。那你就昨天他在打，他自己打嘛，我就说好，你现在想要玩辅助对不对？你就练那个什么时候按那个东西的，就是什么时候按那个技能才是最正确的，就是你要练到你可以被晕之后马上反应过来要按那个东西。嘿，按什么？
我说按那个技能呢、啊，我买了呀，我有买呀。不是你要按，嘿，要按哦。我说不然你买屁哦。他从来没有按过那个东西。我说哇哦，你到底怎么玩的？不然你是在买好玩的吗？谢谢侯伟。对，他以为是自动的。什么？哎，在哪里？啊、哦，看到了，嗨，旅馆。对他完全没有按，他以为他会自己解控。我想说，而且他还重点是他前面还跟我说，哎，辅助装这样很好用哎。然后我才跟他讲说，你要练那个按的那个时间这样。Hello 累。然后他说为什么要练？那个要按哦，这样我就。也会说啊，我本来就会说不好意思，直接对他以为买了直接哦，好厉害这样子。我想说，然后他玩辅助就会一直喜欢抢人头，然后他只要每次那个人是他杀了，他就很开心。我说你玩辅助其实不太能这样子，因为辅助就是要控制在他的经济不要超过怎么讲，不要超过。就是经济排名五个人嘛，不要在最后两个才有用嘛，才会有那个辅助的意义，不是吗？我好像看那个影片是这样教的。然后呢，我说你不能一直抢人家的头，他说，可是我玩辅助真的很厉害。我说你连那个按钮都不会按，你还玩辅助？那他就说，那我走中路我可以买服装吗？我说不行，一队只能有一个人买，就是要帮别人赚钱。对，没错。可是他又很喜欢杀很多人，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我说，你如果玩辅助，你是抢人家的头，你可能会被骂哦。对，辅助拿助攻就好，没错。对呀、啊，版图。嗨，我真的是笑死哎、欸！重点是他回我，嘿，那个要按哦，我真的是，揍爆他。讲屁，对，真的会被骂。当然玩辅助，我也觉得我玩辅助可以杀很多人，可是还是不太好吧。好，谢谢宝贝。对对对，然后我跟他解释，我跟你们讲，我其实都跟他解释过所有的技能，就是关于辅助的所有的技能，我都跟他解释过了。但他就是以为那个可以自己。看不懂这句话，到底点了啥？祝你生日快乐。这个跟我无解，比亲亲猪猪宝贝还无解。对呀，原来孝贤平常听的都是这类的歌呀。嗯，孝贤喜欢哪个哥哥姐姐？好可怕，什么适合我？我本想说我十八岁要长大一下，我后来我想说，哦，你们想看双马尾，我就绑双马尾。结果现在就放什么悠悠台歌啊？Oh my god！ 留这个哥哥？没有。哦。然后星星猪猪宝贝这个好吗？不好吗？不好吗？谢谢 Sparky 的带你去流浪。不好吗？的二次生，现在你知道我带他去转股是吗？呛你了，马上了啊！
太乖了吧。上麦有很可爱啊，就是限定款 ,OK。这首歌的 歌名我严重怀疑你又在偷偷骂我。猪你生日快乐。什么意思？好了，可以点下一首歌了各位。不然我就要继续放我的奇怪歌单，不是奇怪歌单，是无聊歌单。啊，不是这个了。今天花多打扮花多久时间？没有很久，抓比比比较久。早上化妆，再加上早上化，因为我的妆是早上就化好了，然后前面在睡觉，后来在准备你们到时候就知道的东西，然后一个小时以内吧。谢谢宏伟的生日蜡烛，谢谢泪的幸运蟹草。没有变喝酒啊，头发超简单的，卷一卷加绑，可能十分钟，反正二十分钟以内一定可以用啊。这首歌好老，对啊。这什么歌不是？哪有？你刚刚那个是什么歌？不会很麻烦吗？因为我的超大台，这样很奇怪吗？不会吧？这个真的是超大，但它蛮好用的，而且二手买的。你在二手店买的？对，那种跳蚤市场买的。但很好用，真的很好用。我跟你们讲很好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也忘记我就是之前表演有没有带。但是呢，我超好笑，我每次背个包包，然后就塞在这里，然后就是包包，然后它就会这样露出来。我就觉得人家看到我一定觉得这个女的到底带了什么东西出门，有点尴尬。然后我又把它反着放，这样更奇怪吧。所以这样子看，可能仔细看哦，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卷发棒，所以就这样放，然后就会一直扣到各种，超级不适合啊！但是没办法，我如果出门要用卷的话，就只有这一支可以用，因为我的另外一支只有平板夹的功能，就是只能夹刘海，它小支到一个，就是我的东西完全没有一个中间值，一个是太小支，一个是超大坑。就是我的爱用物，它应该差不多快坏了。它不是已经坏了吗？它没有啊，它还可以啦。不能送，对啊。太小了吧？还好，夹刘海很好用。其实也没有，因为我的刘海就会一直乱弯。之前不是看小红书还是什么，有拿夹肉，爆米花。大小差这么多，差超多的。Look， 这什么鬼？这个就是带超小包包的时候也可以放得下，所以其实还可以啦。哎，夹睫毛会烫到好吗？听啊，最后五分钟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在等时间？好好笑。长刀跟匕首真的是行李箱，夹肉片吗？顺带烤熟 CP 真高。倒数一下，怎么倒数？我要怎么倒数？跨年呢、欸？跨年，谢谢小翔的行李箱，干嘛掉了？快哦，好，可是我要哪里看得到秒数啊？我们的时钟没有一个是准的。手机好了，待会来，可能58分的时候打开时钟、啊，睡着的时间之后，立马睡着。我跟你们说，我们家的那个时钟很特别，它晚上会隐形。因为呢，我们家买的是白色的时钟，然后
就大创的39块，你想要怎么样嘛？这不是大创，IKEA。IKEA。真的吗？IKEA。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忘记了。IKEA 吧，反正就是那里买的，然后它就是白色的，然后白色的字，晚上直接隐形哎。为何你要有反应？什么意思？因为什么意思？少年自己讲。什么意思？消音品牌，好，不好意思。什么意思？需要夜视镜，想要我想要给你们看我们的。等一下，我放大，不会啦，不会不会。直接拿下来给你就好了。不用，它就是这样子挂在那个墙上，然后只要一关灯，它就隐形了耶。所以我每次想要偷偷晚一点睡，我都不知道现在几点。晚点，拜托不要直接问。那我要怎么问？为什么上庭跟一样？哎，刚刚上庭不要直接问。刚刚上庭讲的是什么？要歪的问。啊，58分了，各位。打开我们的小时钟，怎么看啊？不会用哎、欸。怎么用？怎么用？我不会用时钟。闹钟啊！哦。啊！突然有点紧张。哎。哦。啊！嗯。他在打呼哎、欸。张妹妹打呼超大声的、欸，你们有听到吗？他醒了，我要怎么看他上多久？不知道，等他自己想。我不会用。我真的不会用。我以为这里可以看呢。电脑硬件显示 Happy Birthday。不。1分钟播。对，1分钟。为什么突然很紧张？30秒，有点要老了。喂、欸，你要不要好好说话？大家赶快看，快点，快老了，快老了。聆听力的时钟快了1分钟，他传了生日快乐给我，好可爱呀、啊！等一下。讨厌 iPhone 的那个闹钟的声音，知道吗？耶！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耶、yeah! ！啊，好可爱哦！谢谢， yeah! 谢谢Lay的星星玫瑰，聆听力，嗨，你是第一个，真的是第一个，我爱你。哇，生日火箭哎、欸，好酷哦！什么？没有看到。他太大声了，吓死我了！谢谢，谢谢笑笑。哇哇哇！我要震惊的说不出话。哇，谢谢。哎呦，吓死了！突然的电话，雷迪丽，你是越接电话吗？可以啊，他们听得到你的声音哦。你有火箭？对呀、啊，开心，谢谢，谢谢大家的飘屏。哎，老林，我看到了谁啊？给我好好说话。
行。嗨。宝贝，生日快乐，豆包，好好听，爱你呀、啊！哇，谢谢你们的礼物，好好的，谢谢你的豆宝。对呀、啊，我好想你呀、啊，豆宝。Hello， 谢谢大家的礼物，耶耶！我刚本来快睡着，我听出来了。谢谢，谢谢 Sparky 的海洋之心。好哦，你也是哦。要开心哦。好，我下播再回你讯息哦。拜拜。拜拜。谢谢夜空 Sky 的海洋之心，等等我。谢谢樱桃猫的幸运四叶草，谢谢。谢谢小明的海洋之心。谢谢小翔的幸运四叶草，谢谢沙优的海洋之心，哇、啊，好棒啊！桃木也祝我生日快乐。等等我，啊，啊，好棒哦、啊！好啊，谢谢，来为自己设个目标，设个目标。这个目标，我的目标就是啥呀？应该许愿吧。许愿的话，我就是一定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这样我才可以见到我的朋友们。然后呢，愿望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每天都开心，就算有不好，不好，没有很开心的事情也很开心，什么鬼、啊？到底会不会说话？不好意思，我不会说话。你们的偶像不会说话，不好意思，就算他18岁，他还是不会说话。谢谢你们，好酷哦！我第一次这样子生日直播哎。等一下，对不起，有很多留言我没有看到。健康最重要，对，习惯，快，不要讲嘛。谢谢钟颖的生日蜡烛，谢谢小蓝的星星玫瑰，谢谢笑侠刚刚两只火箭，哇，好棒哦！谢谢小翔的一封信，耶！当你女友才会天天开心，我可能会每天被你抢。什么不是老油条是什么意思？啊，加油！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得到我的新礼物之后，我就要好好记我的手账 ，yes。然后我要画画，然后我要干嘛？好废的，好废的目标哦。就是啊，我知道了，应该是找到我。什么最想做的事吧？这算目标吧？很会说话的诗雅，我是嫩油条，有这样讲吗？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大家，晚安，要睡觉的赶快去睡觉，谢谢你们，想要的都得得到，好的。你刚没有谢谢阿翔的红包在哪里啊？那是红包，我以为那个是官方。谢谢阿翔的红包，谢谢伊凯的，是这样念吗？伊凯，谢谢你的什么呀？哎，怎么不见了？谢谢你的礼物，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哦，直铺的守护灵啦，看到了，谢谢。哦，一凯，哦，你是一凯，
原来如此呀、啊！耶、yeah ！请多多指教，十八岁的雨梨也请多多指教。我现在要来公布，就是今天呢，对吧？现在算今天了吧？今天会有一个惊喜，但我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会发，因为你们就知道 IG 发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准确的控制那个时间，所以我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会发，这样子就是吊一下你们的胃口，这样子你们就一整天都在等我发东西， OK？ 期待哦，要期待哦，因为那个弄很久，很难弄，知道吗？但是就是很不知道怎么讲，我要先打预防针，就是也没有到很厉害的那种，但是是第一次，所以好像也蛮厉害。好，我不会说话，不好意思。谢谢小麦吗？谢谢小麦的海洋之心吗？为什么一直不见啊？看不到哎、欸。期待我的惊喜。好的，谢谢修哲的生日蜡烛，你被掉了。对，什么叫惊喜？就是傻扑赖死。好的，谢谢米酒的海洋之心。明早的七点十一吗？我可能就是没睡觉，这样是吗？不想浪费生日的这一天的每一分钟。谢谢米酒的爱的烟火。谢谢志宏，谢谢大家。对，耶、yeah ！好像有点没 feel， 就是好像也没有干嘛。哼，讨厌疫情。哼，高空弹跳。啊？啊？不是的，这个好像没有到很惊喜，对你们来说，真的是惊喜吧？感觉谢谢小兰，希望是你们喜欢的想要的东西，也是喜欢的东西。不想让他睡觉。坏蛋，我是坏蛋。谢谢小兰的星星玫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爱你们哦。谢谢，很心愿，真的，但是我没有什么愿望哎，我好像蛮开心的。你这个哥哥觉得很感动，谢谢谢谢各位欧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讲，姐姐怎么讲？不会说。谢谢，新年快乐。我把它跟日文搞混了，我以为欧尼是欧尼酱。对，欧尼，谢谢，爱你们。什么？可以考机车？对，我跟你们说，我满十八岁的愿望是跟我妈一起。谢谢我小波。等一下，我慌了，等，谢谢，不会用你的手机，啊，会用了，啊，直播，白痴，我打错字了，啊哈，等一下，再一次，不好意思，我是个小笨蛋。谢主播，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我有点呛哎、欸。海文心姐姐，谢谢你。等一下，啊哈哈，好笨呐、哦！我的天哪！谢谢，太害羞了。啊，不是这个，这样子好了。太好笑了啦，我在干嘛啦？对，我是小笨蛋的。谢谢，
十八岁了还是得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谢谢，哇，谢谢黑流星的海洋之心，第一十八岁的第一课就这么累，我真的是尴尬死了。谢谢小明的海洋之心，谢谢你们，耶、yeah ！OK， 不好意思，谢谢，谢谢文心姐姐啊！你要跟文心姐姐多学怎样直播？我要好好学习。姐姐唱歌好好听。对，我知道，超好听的，很喜欢。谢谢，是不是要超过一点？谢谢钟颖的爱心小蛋糕，好哦，谢谢，谢谢你，晚安，晚安。十八岁的目标，十八岁的目标。就是十八岁的目标，大胆说。其实我不知道。Oh no， 我是个没有目标的人类。Oh no， 到十八岁又回来，谢谢你们，谢谢。一直陪我的大家，也谢谢后来才认识我的大家，耶、yeah! ！Hello， 这个小笨蛋没想过，应该是说没有很厉害的愿望。我的目标是上大学，已经达成了，不是啦，没有目标也没关系，开心就好。耶、yeah ！第一次陪你过生日，真的吗？是吗？上大学不是，我的目标是找到我的目标，这个不错吧？对吧？这是我现在的目标。张BB，你改名叫目标了。体重重回，你在那边乱帮我弄，那个不是。好了，也算了，好啦，好啦。好啦，重回舞台了，这种目标太还好。2017年谁？哦哇，第一次对吧？耶，好开心，很开心，在17岁这一年，就是有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词穷了。大学欧趴，哈，这个很难哦，是不是？是不是听起来很难？我是不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用啊？哦，我有了哎，这是什么啊？等等哦，它在下载哦。西兰，我喜欢这个。什么？人气哇！这个目标又有点太远大了。不过这目标的话，你可以努力，然后请他们帮你一起的。对啦，一定要，本来就要好吗？这个不能当做失败，这是一直一直一直都要的目标。OK， 等一下，为什么这个特效下载不好？我在等这个特效，我有新的特效了，各位。等等哦，我还有其他的吗？是不是没有？哦，不是，就是这个啊！它一直下载不好，各位等我。算了，我先看留言好了。要大一点才对，是啦，没错啦。还有差吗？我要怎么看呢？看什么？我要怎么看有没有差？谢谢西兰。什么意思？雨晴。我是雨林呢，嗨，你好，我是雨林。你说雨晴生日的时候我会直播吗？是，
我忘记了。14号，这个是七夕的特效吗？七是什么字？什么幸福的时光是吗？那这跑不好啊，等等哦。为什么跑不好呢？喂 ，why？ 我想用特效，等等。而且他看不到留言，但是我要开着他才会跑，怎么办？怎么办？嘿。13号哦，所以你我不知道哎，等等哦，就雷你对，搞什么？他被孝贤的两只火箭吓到了，哈，不跑出来，他不跑出来，喂，喂，你快点，喂。截图时间。嗯，装上系统，系统坏掉了。对，哎、欸，嗯，不是这样讲的吧？下次再啊，可是我想要新的路啊，好像很可爱耶。很可怕。明天为什么下载失败？你有开 WiFi？ 有啊。算了，既然是双人，好。那我都不敢讲。好好笑，不要这样嘛。生日贺礼两公分就可以。好哦，谢谢你。谢谢。钻石蛋糕，那个是什么？你浪花不够的，再不出。那是什么？就是、那个。谢谢玄米。很厉害的。不好意思，我获得的特效可能要下次才能给你们看了，因为他一直不跑出来。Sorry。但还是谢谢你们的礼物，开心。百万，那么贵，哇、wow ！爱闹钱，什么啊？哇、wow ！谢谢西兰的爱的烟火，西兰我要大的烟火，人家都有我没有。你不是很喜欢我跟你要东西吗？我要 ，I want， 笑死！现在想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想要理你的意思。你害我这么晚不能睡觉，搞什么？介意的啊，没事。I want you。你看西兰跑掉了，他不理我了，没钱了啊，赚钱好，我等你哦，你说的哦，我等你哦。西兰，我们两年都等了，没关系。我们留着，好好笑哦。没事，我等 ，It's okay。耶、yeah, ，会不会你先送出来呢？有可能呢、哦。来吧，来吧，再去转，好辛苦，加油！
韩国赚钱。好的，加油，大家加油，一直都很胖，没错。是没错的，你看这两撮也太好笑了，这两撮到底是怎样？好夜班就可以赚回，大家都很辛苦，谢谢你们。是不是要等到一点，我们继续聊天吧？来吧。你今天睡了吧？对啊。你还没跟他们讲说到几点、啊？什么？你后来我不知道我睡到几点。我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时候睡了一次，然后五点多到七点吗？不是到八点。哪有那么久？有到八点多。是吗？是因为 BB 叫你才醒，你醒就说 BB 你很吵。对他超吵的，想要截这个嘴巴。截图时间没有问题，这首歌好久。挑战阿潘最晚直播，他几点？这个事情不需要随便挑战好吗？哦，我发现我底下有个蛋糕哎，我现在才看到。你看到裤子了吗？你哪里看到裤子？哪有看到裤子？裤子。啊、哦，我发现那个蛋糕滑掉就可以看到了。等一下。好呀，破功了啦！好呀，你们怎么就看到了啦？不是啊，我以为你们看不到哎、欸。等一下，是这里显示的比较大吗？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漏哎、欸，现在也看到吗？没有，现在没有看到。哦，哎、欸，小山美玲。嗨，你该不会刚刚才下播吧？那我要你的手，我的天，直接忘记。面面还在播，你真的很棒，谢谢你啊！好呀，被你们看到了啦，破功了啦！你们要负责了，截图吧。一起的就废话，一起的大家看得到。我刚有往后移，你们看不到，知道吗？真是的，下次不提醒了。Oh no！ 谢谢小山美玲的生日蜡烛，爱你哦。迟到，对他迟到。没钱了，天哪！你负责什么意思？我也不爱你，哼！中途才提醒，真的假的？好像有。真的假的？哇哦！我就是害羞。没关系啦，看都看了，真是的。头发好看，你不要在那边假了，你刚刚就看过我了，好不好？你想怎样？对呀。谢谢，这是什么？七月守护徽章是什么？好酷哦！没有看到爱心，原来你看我都没有在认真看。对，只能看到自己，我又不想理他了，不好意思各位。No， 直播精华不是裤子，各位是这个。啊！谢谢小兰的一封信，是不是很多个一封信啊？他一直在跑耶，无限 pose， 好啊。到底要哪一个好？哎，我上次看到，好，没事，我忘记了。啊！
啊，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手机的镜头在哪里，我在找啊，找到了。我的肉肉脸，谢孝贤的摇起来，我的肉肉脸，你才柔柔，没有，你是骨头。哦，原来如此，礼拜二直播嘛，对呀。谢谢孝贤的冲浪失败，他为什么要穿这样冲浪？嗨，指甲好漂亮，谢谢，跟今天很不搭的颜色。这个是红包哎，废话，我在干嘛？啊，红包无法领取，真是泄露。谢谢 Sparky 的红包，谢谢孝贤的冲浪失败，谢谢你们，谢谢你，谢谢思琪的爱的烟火 ，I love you。很少在假日直播，对呀。想那个红包，笑死！笑你笨，我笑你。谢谢卖茶的爱的烟火，什么？乐园里四季啊，唱错了。他不是皇上哦。按掉了万岁！小三美玲，按掉了万岁！什么鬼啊？谢谢坤坤。要念韩文吗？谢谢你出卡哈密达，不会念，好远哦。这样子你们就看到我了，就看到就没差。我要做一件很蠢的事情，算了，等一下。超级生日快乐，谢喽。生日快乐在哪里结婚？生日祝卡哈密达，啊啊！哦，在这里，我刚好翻到了，好棒哦！看一下哦，生，你在讲闽南语哦？生日快乐，生日祝。哈，哈密达，哈密达，想当怎样的十八岁？什么意思？不是台语，谁日出？出卡？不是他，有些韩文好，我会努力读懂他。谢谢，对，很像啊。谢伊初卡哈密达，是这样吗？才有标准吗？一定没有，没关系，不会念的。今天的韩文还没有读，闽南语哦。
在干嘛啦，小三妹玲？加油，很闲，加油！你才闲，修比杜啊？为什么突然修比杜啊？修比杜啊是飞哥与小狗的歌哎，多学带一句。谢楼，是为什么是谢楼？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今天还没有看，今天学的就是。谢伊出卡哈米达，哈米达，谢谢樱桃猫的和你一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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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明的爱的焰火。当这首吗？这首 C 吗？我好久以前学过，台演的时候学过这首歌。越来越什么？变态吗？是不是？你一定是打变态，你一定是打变态，对不对？对，不需要，谢谢。谢谢，不用包布吗？呜，啊，加油！好闲，以后说加油就好闲，就是要你自己当，一定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智商上限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好闲？就是加油啊！小月丽想你这狗乱讲韩文。不好吧，各位？各位？什么变态国 ？Oh my god！我是不是该谨慎交友？我要把小三美玲拉黑，拉黑，哪里来的词？小三美玲说：“我已经都穿黑色了。嗯”你好无聊，你是不是很不想睡觉？可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干嘛，要来开车吗？有事吗 ？Hello， 苹果。傻瓜，待会人家听不懂会不会以为哎、欸、我怎么竟然叫我傻瓜。来呀、啊、好啊，给你们看我们的看图什么考题日常。哎、啊、我忘记我等一下哦，我还有个讯息。好啦、开车就开车。没车开了，就是在问我什么？不是妈妈在旁边，什么意思？这要来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还是现在先不要骑车好了。小三美玲来炒热气氛，什么鬼？她现在超级适合炒热气氛，对吧？一个月啊，一个月七月的，今年的暑假啊，嗯，
今年暑假只有一个月吗？什么？暑假没有感觉，我只希望疫情赶快结束。请开始你的表演，对，请开始你的表演。我要讲什么了？我刚刚有想到一个要讲的，忘记了。我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其实我的愿望是，如果我之后继续走演艺圈的话，哈，是这样讲吗？就是继续当偶像或艺人之类的话，我想要有自己的耳返跟麦克风，是不是很奇怪的愿望？就是那种专属的耳返跟麦克风，很厉害耶！期待那些期待，好，你可以赞助，就是想要有自己专属的耳返跟麦克风。那我应该要先去学会很厉害的唱歌，对吧？所以我想要练唱，学唱歌。对，那是什么啊？那个叫目标吗？对，学唱歌，变唱歌变很厉害的目标。对。只不过要都我还没开始上课，所以然后嘞，我要讲什么去了？哦，啊，然后如果不对，这个是两个都要，就是要赚很多的钱，海贼王 ，what？ 为什么是海贼王？蓝牙麦克风。不是那种啊，那种也蛮厉害，很棒的目标。真的吗？蓝牙麦克风也算三 C 吧。我刚还有要讲一个什么，忘记了，太快就忘了吧。哦，然后啊，我如果继续就是在Team TP 的目标，在 AKB 的目标是想要有自己的怎么讲 solo 表演也可以，怎么这么好沟通的感觉？就对 solo 表演 solo 曲都蛮厉害的，听起来。这是在 AKB 的目标。OK， 结束了。Solo 表演跟 Solo 曲的实现程度不一样，对啊，但是都不错。是这样吗？嗨，阿华。Hello， 圆滚滚。自己想唱的 Solo 曲是什么？这个还没有认真想过。我的同学祝我生日快乐。啊！我看不到。是那个。哦。好好笑啊！好好笑。我同学也很晚，对啊 ，FB 的声音 ，FB 的声音是妈咪发出来的，妈咪发出来，妈咪的手机发出来。我现在很可怜，我现在没有手机。他的手机被我拿来直播了。你是我的同学啊，是晨晨吗？不是晨晨。哒哒哒 ，Hello 马蹄。对，还有什么？我们刚刚在讲什么？哦，目标吗？那算目标还是愿望？我也不知道。假扮雨林同学的 ，Oh my god！ 天佑晚安，晚安。比你大11岁，没关系，也是可以当同学。
的是这首歌，突然意识到刚刚听过这首歌。对，对，然后呢？还有什么目标啊？我的愿望是有自己的房间，哈，很好玩呢。但是有自己的房间就是有房间而已，还是跟妈妈一起睡觉，什么鬼？他的意思说他想要霸占两个房间。没有，我哎，我跟你们说，我不是在用那个画画的软体嘛，然后啊，我把我的未来的房间都规划好了，不用装潢，因为我们一定是租房子，所以不想跟妈咪睡，也不是啊，就是要跟妈咪睡也可以再跟妈咪睡啊。什么妈妈辛苦喂？对，我想要布置房间，我想要荡秋千放在房间里，怎么又是荡秋千？我已经看好了那个吊椅啊，就是有一种吊椅，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吊椅，然后有可以配一个架子，就很像荡秋千，就可以放在房间了。对啊，放在房间，不用荡很高，就是可以晃就好。你是想这种？没有，不是那么高的荡秋千，就是吊椅而已。它是那种椅子，然后只是是吊着的。对对对，吊床也不错。我原本想说我的房间放个吊床，这样我就不用买吊椅，就是吊床跟吊椅选一个这样之类的。但是我的房间我要放很大的镜子，两面大镜子之类的，然后我就可以在房间练舞。然后我的衣架我也挑好了，太快了，我的衣架我已经逛好了，就是那种。不是隐藏式，就是那种一根的那种，然后有两根，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衣架，那个叫衣架吗？不知道，没办法躺在上面。对啊，房间要大一点。其实还好，我规划的蛮好的，空间很够，只不过没有那个房子而已。没。就是我大概看了嘛，大学用你说吊椅吗？对吧？很好玩的那个跳舞的镜子，对对对，讲一下寄吊椅过去。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是，哎，可以。八十倍，但是我画的超级丑的，我还设计了两种房间。我要怎么给你们看？你们看得清楚吗？这个是床嘛，然后我想要床的下面，就是脚的地方放一个叫做什么桌子。就是干嘛笑？就是柜子或桌子，反正就是那种可以起床，然后坐在床上，然后那个桌子上面可以用来当桌子。啊，不会讲。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床旁边放一个小地垫，床的头旁边放一个床头柜。拜拜，拜拜，辛苦了。然后放一个月历或日历在门口，然后呢，这个一直线是我的叫做开放式衣架，就是那种不是柜子的那种，因为柜子呢很占空间，而且柜子不能随时移动，可是开放式衣架它就可以，底下装个轮子，它就可以随便移，这样子我要拍照也很方便。然后镜子，这个蓝色的是镜子，对，大外套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哎，什么东西？就是我找给你。贝娜，
等呢，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可是我有放在我的购物车里。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就只有一架，给你们看看，等一下哦，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你直接按图，它就直接只是照片而已啊，类似这样子的，可是上面黑黑会反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跟你讲哦，他的衣服啊，哦，干嘛？两个可能都掉不那个。没有，有大的啦，有大的，然后有，我有找到有轮子，只是跟你们讲一下，衣架长这样子。然后呢，旁边放镜子，很大的那种镜贴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因为我们旁边有很多，算了，不要拍好了，有很多的收纳箱，然后收纳箱也可以放衣服嘛，所以就放旁边。叠个两三四个五六个，两三四五六个，到底加起来几个？然后重点是这个空间，它叫做我的疗愈空间。它就是我如果买吊椅的话，也放在这里。然后买那种蓝骨头，知道蓝骨头吗？就是那种里面软软的，然后四方形的那种蓝骨头。好，不会说话。叠辣条没有啦。蓝骨头或者是摇摇椅都可以，反正就是那里可能放一个大地垫，然后我就可以在那里玩，有点儿童游戏区的感觉，你们想象儿童游戏区。对，无印的好贵，超贵的蓝骨头，不管，反正就是可能放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旁边窗户种一点小花小草。然后呢，这个房间的想象是窗户在这里，所以这样子的话，在这里可以化妆，然后就会有自然光这样照过来，就可以化妆。对，儿童游戏区，对对对。什么？你们的卡片放哪里？什么意思？在小盒子里啊。预计这个几瓶我也不知道啊，如果放不下床的话，那就不要床了，我睡地板就好了，这样很方便，求迟了吧，很棒。然后还有提醒他求迟，还有另外一种设计，另外一种设计是用我现在的房间的感觉来设计的，但是没有设计的很好，就是这里是门口，然后这里是那个衣架，然后这里是收纳箱，这里是镜子，这里是疗愈空间，所以我练舞就可以面对这里，然后拍东西就可以背对这里之类的。然后这里一样有刚刚床想要放的那种桌子，然后窗户在这里，好棒。提醒，不会，我想要尽量找到那种大学四年都不用搬家的地方。尽量。秋池，对，蛮麻烦这里，所以第一个就是想要的是钓鱼。这可以有可以什么？好好笑哦。要不然就会怀疑人生。对啦，那个再说嘛，秘密基地，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很棒。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进来啊？ Hello 大家，你们好呀。哦，是不是面面关了？嗨，没有啊，还在。怎么突然一堆人进来？谢谢阿基拉的生日蜡烛。哦，关了。哦，关了。
谢谢福福猫。哎呦，你踢到我的宝贝。他的豆起不见了。成为最晚直播，对啊。哎，不好意思，这样子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嗨，宝贝，你们这样会看到我的裤子吗？不会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我现在被戴口罩了，因为我刚刚乱咬东西还乱叫。你看一下镜头啦，它很香哎，现在。呀！刚刚睡觉啦。坏掉了，坏掉了。BB 呀，人家想看你的肚脐，你切我裤子看，遮起来，讨厌呀！哼，太香的咳嗽，对，太香了，被目标的，你不要自己就这么自动帮他改名了好吗？BB， 人家想看你的肚脐。姐姐呢 ？BB， 来，嗨，宝贝，你睡在这里，我没办法拍你。翻过来，看看有没有肚脐。没有了，这样子拍会拍到它的不好看的东西。其实不是不好看，是不能看的东西。嗨，宝贝，你好可爱呀。都没咳嗽，所以雨林不够香，不是吧？就刚刚好就好了。Give me five， 嗯，好可爱。对，不能看，要么对嘛，要么才刻的东西。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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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他的肚脐被修掉了，不是了。反正是一个小炫毛，该说你太直白还是太没有忌讳？我哪有说的很直白啊？说的很直白，不能说哎、欸。说的很直白，你可以去叫小山美玲说给你听。好哦，上庭，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哈哈，谢谢，谢谢。BB 说拜拜，他的手太短了。你们上庭，你确定不留下来抢下红包吗？不。BB 说拜拜，拜拜，给你看肉球，拜拜，可爱吧？这个肉球，给你们看一下肚脐。在这个附近，夜风明月来了啊！我也不知道是哪里。谢谢夜风明月。哎呦，等等，放不好，等等哦。大健是不是睡着了？感觉就是哦。大健先生。抢一下好了，可以去深血看主人的。主人的也看不到。不好意思，主人没有肚脐。大姐应该在边上。哦，我有看到他的。啊嗨，你还没睡着哦？你在飙车哦？大姐要哔哔哔喽。你也是年下总，对，差两天。代表秋明，因为就
是那个突发的时候，预购开始，我还没有满18，对。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啊，就因为我以为我也要穿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有年下组这个东西，知道吗？然后呢，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刚好拍泳装的升学是排在吃午饭之后，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不能就是午饭吃太饱，不然减肥就没有用了，就是会看起来比较胖。我说哦好，哈这样好痛苦哦这样子。然后我还在想这件事情，结果一听到哦雨林你还没啊，你差两天，那你也要穿那个年下组这样，我立马吃，我直接吃。什么奇怪的，就是刚好是，对，就是刚好是午饭之后啊，雨林你年下你不能穿那个，直接吃，反正看不到，气死我了。对啊，然后那个裙子还那么大件，我就哦吃，看了四年雨林还是年下组。最后一次了，已经不是了，谢谢谢谢各位。但我蛮开心我在年下就是表演了那个嘛，双马尾，对，开心，至少有跳到，还这么大件，可见长的，就是那个根本不是我的 size， 它很长，年下组最大那个，是哦，是。现在是年长组，还没有那么年长，好不好？生血冰那个超级香，就是那种塑胶，那很像，哎，是吗？是那个很像吗？我记得那个冰淇淋有味道，从看腿变成看肚子，跟去年的，不一样的感觉。两只小强。啊！这么突然跟我分享这个，那个不是当然不是真的冰啊！什么是大姐在闹啊？那个冰淇淋真的有味道，我印象中有。对，然后就是那种玩具的那种香，故意要用的很厉害的那种香，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想表演呢 ，Oh my god！ Bibi 在旁边睡觉。跳给妈妈看是哪种？体力退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一二三四五乘六七八，我怎么知道？我们也要开到变得很会跳性感舞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要再训练训练。哦，哎，怎么？哦，我们过完小时榜就结束了。应该有吧，有红包吧。应该有，好像有。哒哒哒哒哒。
谢谢追踪。想和美玲学性感舞，还是麻油呢？哦，想跟 Lisa 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玉玲。今年18岁了，今天18岁，耶、yeah. ！Lisa Pink 什么 ？Black Pink 的 Lisa Pink 什么意思？对，性感舞蹈团队目前没有什么特别想学的。谢谢大家的礼物，以后不能说自己是，那要怎样？18岁了，要带去横川，哇！打 pink 也很哦，好哦，谢谢、哦，看懂了、哦。Hello， 哇，你这里的章鱼贴图也长得太酷了吧？只能说十。那我现在是什么？我也不知道。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是 yulin.71@akb48teamtp， 或者直接打张雨林就可以找得到喽。好像没有什么好宣传的哦。大家可以去买我们的生血针，这次7月的生血针非常的香。好奇的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上面查询，耶、yeah ！还有什么？然后我今天18岁了，还有什么？好，我也不知道。哈，嘟嘟。让人睡不着，真的吗？恭喜18了，谢谢。这次什么？有抖音仔，哦，有抖仔，我为什么看成抖音仔？酷、哦，女生也觉得香，真的吗？要多买一点哦，各位，加油！嗯，加油？为什么是加油？我也不知道。谢谢阿华的爱的烟火，我跟小三美一样18岁，没有，他19岁了。我知道斗宅啦，搞笑你，订单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加油，反正就是加油。今天是不是没有看到键盘？其实我不会跳这个。20号还可以。哦，对。苏打冰是男生选的。哦，谢谢苏打。台语豆渣还是知道的好吗？谢谢大家的回馈。Hello， 大家可以追踪我哦。我是不是有新的贴纸？你应该有那个，我有羽毛哎、欸，好适合今天哦、喔，大哥。好了，麻油的啊，麻油的台语老师是谁？羽毛在这里，我设好了。
什么礼物要特效吗？嗯，应该没有吧。看起来那个表情特效是永久的，只是我不知道它怎么来的。羽毛是15天，因为我有做那个测验，然后我是黑天使，我是内向的黑天使。花心正池，你要不要好好说话？颜色正确，哪有？但也不错啦，哈哈。但今天蛮搭的嘛。Hello， 大家好，大家，我要讲什么？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哈哈。生日礼物要什么？生日礼物要什么？嗯，生日礼物要什么？要先保留，等我想到再说。谢谢大家的回馈，先保留，先保留。争取福利，一台机车好了，好像也不错，不错。如何？然后他就寄给我一个机车模型，这样。大剑想要送我什么？你是表哥哎，是不是要特别一点？够够了，100张握手券。100张是不是不太够？表哥哎、欸，对啊，表哥哎、欸，电动车比较实用。等下的大家都在帮我回，好好笑。机车铁 ，Oh no， 比模型还要糟糕。电动脚踏车也还行啦。谢谢九蛋的海洋之心。如何如何？酷斯拉，不是叫特斯拉？酷斯拉是什么？酷斯拉不是变身国王，那叫什么？酷伊拉？是想要考驾照？当然啦！今天没有画画吗？今天没有画画。啊，那是酷斯的，叫什么？伊斯拉？啊？酷伊拉？哦，是吗？不需要驾照。嗯，我真的是笑死。电动也还行啊。酷伊哦，酷伊拉是哎、欸，不，那。它里面的叫什么？不知道。为啥都知道？好猛啊！谢谢九蛋的带我走。阿华，因为下雪都看悠悠台。妈咪，你可以先帮我贴那个豹纹，我知道，但我还没有喝50。50红也有了，50红，对啊，也有了，但我还没有喝。画完成人了，画 BB 吗 ？BB 画过了。
谢谢你们的回馈。抢第一时间喝没有哎、欸，那个很贵、欸，对我来说。但是买那个一杯，感觉就可以喝，分成两杯、三杯喝。库斯拉是恐龙哦、喔。嗯。嗯。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就买那个当生日礼物哈。可以不要吗？我可以要其他东西吗？不行。啊！我不要啦。丝袜珍珠奶茶，用丝袜装的珍珠奶茶，生日礼物不要。小山美玲在我直播结束后打给他，好吧。生日礼物也就可以点吗？装你的奶茶要装，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欸，怎么又是小山美玲？一杯饮料搞定生日，好像蛮好搞定的。那跟美玲聊很久了，不会，我现在又有点想睡觉了，太快了吧？什么你的奶茶？你不要这样子，不需要你的，你的那么小。我要你的干嘛？我才不要！生日礼物，我才不要！那么小，有什么好稀罕的？哪里很大？可以不要十八岁刚开始就开始在那边一起开车好吗？这样是对的吗？原来美玲是小，不然呢，也没有大到哪里去。嗯，大家都一样小，对，可能有的时候比我大，有的时候比我小，这样。对啦，其实我们是在讲，就是那个真的奶茶，什么跟哪有跟我一样，可能偶尔这样子。哦，你最大。哼，哼，好好笑、哦。那个不是听过了吗？啊、就是因为小三美玲出来，谁要再听一次？什么东西？没有，他一直想要我播，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真的奶茶，对啊，珍珠，但是。你可以点混珠，对，有时候，对，有时候，不要再听了那个 ，no， 哇哇哇，深夜内容，相你相信的表什么意思？其实本来就会聊呀。哦，这个可以移到这里哦。什么东西？这个羽毛可以移到留言底下，我不小心移到它。哇哇哇！什么很像？谢谢板兔的生日蜡烛。观众也可以自己移动哦。对，美玲，还有太胖好吗？他这个人就是什么都乱讲话，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跟张美玲相处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跟其他成人不会这样子这么直接的，不会可以这么直接的聊天或互呛，所以蛮酷的，就是对。就算跟阿丽，阿丽也是有的时候会打打闹闹，可是就是
正经的时候很正经，这跟小山美玲没有正经的时候，知道吗？完全没有办法正经。飘上去了，飘下来，对不？我不小心移到水中。他海藻，海藻，海藻是什么星池？还以为阿丽也，阿丽疯起来蛮疯，可是他至少也有正常的时候。对，在就是他至少还能回归正常，小山美玲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知道吗？他这个人真的很可怕。谢谢大家来抢红包，大家拜拜，快去睡觉哦。祖祖呢？祖祖也，祖祖不太，祖祖是也是疯的时候很疯，可是不太会互呛。对，但其他人都是，只有阿丽跟，对，阿丽是要呛也可以，可是也可以正常。啊，这个底下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正常，他没有正常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但也蛮开心的，哈哈。我讨厌你哦，小山美玲，你很正常吗？并没有。是不是音组最开放的？这个不知道，哈哈哈哈。这个样子就是很正常。什么样子？他疯的样子就是他正常的时候。居然犹豫了，嗯，不是吧？不好说，对，不好说，讨厌啦。什么音组的？有 boss 吗？每个人都蛮。有潜力的，居然有人超越美玲啊！没有人超越美玲，这个是不可能。对，开放的方式不一样。什么啦？头目的嫌疑人，头目想说关我屁事啊！好好笑，感觉有内幕。哦，你也蛮开放，好好不？谁超越你？不太能超越。哦不，你的晨晨，你怎么会觉得你的晨晨正常呢？怎么会这么觉得呢？他都是阴族的一份子了，是不是他还算正常的？晨晨这个小孩就是，不行，你们要自己认识他。对，快要可以认识他了，可以。晨晨这个小孩，晨晨是有开播过吗？没有啊。可是问题是他已经有那个有贡献榜了，为什么？是，晨晨很有潜力。晨晨是大妞。晨晨是，你看起来他是个小孩，其实他什么都懂。他比大妞还懂。因为他。不要，这个就你们自己可以慢慢的去发掘。学识渊博，可以小盒子哦，是啊，酷哦，比你还要会开车。反正他就是其实什么都懂，这样不要吊胃口，要吊啊。怪人榜，想要怎么会这样？对啊，就是说。给我吗？啊！我的笔要去哪了？大一世纪，世纪大哥呀！你哪里看到晨晨很大杯啦？请问？他是可爱杯，
不要这样子，人家都还没有，还涉世未没有他表面涉世未深，你们不要这样子。有一个陈的笑话，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可爱悲嘴。你说这个是？他很晚在，然后你跟他说，赶快睡觉，不然奶茶不会变大。然后呢，立马睡着吗？给我，这说真的假的？他真的是，就是他的有的时候的思考跟他的行为跟他的表面就是一个小孩，可是讲到特殊的话题的时候，其实他什么都懂。太好笑了。TP 的净土没有，没有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好了，我们要来念榜了，各位，讨教一下。忘记看成单日榜，是妈咪看的哟。要看单日榜后。我看本场榜跟单日榜是一样的。想不到吧，不是我贴的。不单纯一定是被影响的。前面的话我不太知道，可能就是祖祖跟那个阿丽影响的。后面一定有加上小山美玲、萨库拉的大家。好好笑。乱来乱来。那有被你影响吗？我的影响应该不大，毕竟我涉世未深。好好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疯疯癫癫也是正常，没事，就是这样子，很好的。我最好，我真的，我都假装，哪有，他才假装不懂。好了，念吧。第十名是九蛋，谢谢九蛋。第九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八名是星影，谢星影。我哪有超级假装？第七名是小明，谢小明。这是哎，搞什么？第六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五名是泪，谢谢泪。第四名是沙优，谢谢沙优。第三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什么老司机公司？你不要再乱讲话了啦！你不是要开餐厅啊？以后看到那个餐厅名字叫老司机，可能就是小山美玲开的。然后一进门我就要跟你说欢迎光临。第二名是小蓝，谢谢小蓝。第一名是孝贤，谢谢孝贤。吼嘿，哎，干什么？这个才不是笑话，我涉世未深，真的，真的啦。谢谢大家陪我过生日，十八岁很特别，很开心。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废话，哪一个不是一生只有一次？什么？我叫美美，什么意思？谢谢阿翔，
谢谢你啦，不然又要丢礼物了。对，希望十八岁很好玩。谢谢亚树。好，截图等 TP。哦，对，要等我的生。哎，我跟你们说，我的生日文我很喜欢，我应该很满意。应该。结果直接挑了一张。没有，我应该很满意，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好，好。哎，这个拿走。不要拿走。会长到啦，哟。等一下。看不到。不要啦。不是啦，看不到啦。就跟你讲，这样看不到嘛。你白痴，你这样很难看啦、啊！你们又看不到，怎么会看不到？我旁边滑就看得到了。没有。他现在躺在床上哦。没有。有，他现在躺在床上哦。看不到吧？啊，不滑了，就这样了。哎呦，歪了。我没有要啊。好好的啦，哦，再一次吗？讨厌，挡到了，不会啦，你不要动，你走开，你走开。好啦，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过来一点点。没有，我在看呢。他现在在用他的腹肌，所以你们尽量弄久一点。好了啦，搞什么？搞什么？好了，谢谢谢谢你们今天陪我过生日哦，大家拜拜喽，晚安。我不管了，你再剪，你自己去跟别人要图。截图的，不是这个截图了。我要比个十八，我刚刚有没有想这样子？这样是八吗？好丑，这样子，这样是八，这样看起来是八。你要比这样子，然后走就是这样。好，这里，这样有八吗？这样像九，有八啦。这里，好啦，大家晚安，拜拜，快去睡觉，拜拜，爱你们哦！哇，是谁中一百倍？哇，是阿基拉。哇，恭喜阿基拉。 OK,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Love you. 什么叫普通爱我？我看到了。